嗨，各位同学好，我是中头老师，特别老师。今天还是一样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以及国际音标的应用学习第三循环过去式以及复数型的一个练习。在上堂课我们教了 UND 加上 S 以及 UNE 加上 ED 或 ES。教过单词有 fonts, pl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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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ed, tuned, plu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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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es, tunes, tunes。 那同学们如果不会的话，可以看上一堂课的一个练习啊。这一堂课我们利用老师写的运音词典，我们来看下一组运音。下组运音我们看到了有 UNG 啊，我们没有看到啊。来看这个 UNG 啊，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看哦，找出 NG 的一个组合音。当然我们知道 NG 是一个 consonant digraph， 所以在这边 UNG NG 记得 NG 是一个二合辅音啊。好，那 UNG 如果加上 ED 的话，我们会直接加 ED。UNG 如果有复数型，我们会替它加上 S， 要加上 S。 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试着 AND、记得这个 D 要浊化，这个 ED 跟 S 都要浊化，因为二合辅音 NG 会引导出来后面的 ED 以及 S 去做个浊化，而且这是一个元辅辅啊，关闭音节 close syllable。 And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首音 L onset， 我们第一个是 L L 再来，我们第二个首音我们是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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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UNG， 等一下啊，这个是复数型的一个练习啊。那过去式的话比较特别一点啊，我们可以看到 UNG 啊，但是我们用的是 UNGED， 也就是我们讲的 NGE 啊， NGE 这个地方我们拿掉，所以 lungs 啊，先注意一下我们这个单词，我们来先念复数型 lu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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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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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s, runs, runs。 好，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我们判断时比较小心，也就是我们在 coda NGE 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 UNG 加 ED 的单词我们没有看到哈，反而是我们在这边要小心一点，也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 coda NGE 的这个地方 coda NGE。 好，老师拿进来给大家看一下 coda NGE， 看起来哦，并不是我们看到 UNGED 哦，这个单词并不是 UNG 直接加 ED， 它是 UNG去一加 ED， 所以这看起来会很像哦。我做一个交叉比对给同学看哦，所以有的同学们看到 UNGED 的时候，他会想这个单词到底是 UNG 加 ED 还是 UNGE 去一加 ED， 所以这个单词我们把它首音 PL， 首音 PL 拿进来，首音 PL，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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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这是我们，它是一个元辅辅音，我们要念 plunged plunged plunged， 所以同学们非常小心这个单词啊，我们把 ed 拿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nge 啊， g 去做一个二合辅音 ng。这个刚刚这个 UNG 啊，拿上来啊，它是 NG 的哦。那当然 NG 这个单词啊，跟 NG 很
很像 ，nch nch 都一样，都是我们讲的元辅辅一啊，跟元辅辅辅啊来做一个 g e 或 c h 的一个二合音，所以 nch 如果有复数形，它会念 nches， 它会念 nches 啊 ，plunges 啊，我们会念 plunges 啊，如果有复数形的话。那注意一件事情 ，jis 啊 ，ngis 的时候，它会变双音节，所以我们没有要带这个 ngis 这个音啊。所以我们刚才在讲，就是当你遇到 ng 的时候，它有可能是 unged 啊，去 e 加 ed， 而不是 ung 加 ed 啊的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一下啊。所以同学们来注意一下，我们把今天的单词。啊，比较困难一点的地方给大家介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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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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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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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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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l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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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nged plunged plunged， 希望同学们可以把今天的这个我们讲的 unged 啊。啊，这个过去式以及复数形啊，啊，把它记得一下，以及它跟 ung 直接加 ed 的差异性。同学们还是一样，如果喜欢中文老师，德飞老师这边提供给你三拼读规则、国际音标的应用学习。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方留个言、按个赞、做个分享。如果你对语法、发音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方留下你的问题，老师看到尽快给你个答复。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也谢谢大家收看。